近日，马伊琍怀上二胎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但当事人却一直没有给予过证实。不久前，又有媒体拍到马伊琍与文章两人离京时的照片，马伊琍身形膨胀不少，很有韵味。日前，马伊琍在微博中写道：“今天一点也不冷，为什么大家都穿外套还戴帽子，并秀出两张自拍照？照片中，马伊琍戴着墨镜，身穿黑色长裙。第二张照片中，虽然拍了一个影子，但是浑圆的腹部则明显突出，尤为抢镜，疑似证实怀二胎的消息。从照片来看，估计马伊琍怀孕也应该有数月。而文章自导自演的小爸爸爆红之后，现实生活中的他也果不其然地再度当上小爸爸。前段时间，马伊琍因为缺席小爸爸的各地宣传而被传出怀二胎的消息。文章以他没来真的是因为身体不适不能参加超负荷的工作作为回应，模棱两可的态度令众人纷纷摸不着头脑。虽然从当事人口中没能得到肯定的正面回应，但马伊琍私交甚笃的成龙夫妇日前却向媒体证实了马伊琍怀二胎的消息。成龙老婆则称，马伊琍高龄产妇将第二次生产，确认有喜。